又是这个时间，你困在熟悉的此地，和麻木的味蕾一起冲击。为你留了一晚的灯，还是没等到你。你越来越忙，时间就像晚高峰，越来越急。你还记得梦乡的味道吗？房间连角落都芬芳，枕边有踏实的鼻息。失眠一如既往，闹钟不解人意。你总说为了家人打拼，累一点没关系，可你不是三头六臂，总有些地方你无暇顾及。你说岁月不饶人，要抓紧上升期。对了，哎妈，今天晚上我们俩接不了小西了，你去得去接一下啊。走吧，哎，走，好的，走吧，老公。可你知不知道，除了自己的体检，很多事拖不起。这一切都该改变。一句简单的早安，搭配苏醒的音乐，把你从深层睡眠中唤醒。一天的活力与好心情，从早晨开始。现在艳阳高照，还是要提醒你，午后阵雨，出门带把伞吧。干净整洁的家很重要。安全温馨的家更重要。别担心，有我在照顾他们。爸，今天血压挺好的，但要记得多出门活动活动啊。知道了。如果没时间运动，就先从我帮你搭配的健康餐食开始吧。我了解你的辛苦，也会帮你保持更健康的身体，去感受幸福。幸福的意义是什么？是老人的笑容，是让迷途的人有了方向，是能平安的回家。我回来了。是搭起家人沟通的桥梁。宝宝今天想画什么呀？我想要画一棵大树。那等会儿留给妈妈看哦。这些都是点滴积累起来的，有重量的幸福。你只需安心工作，感受幸福，我来解决你的无暇顾及。